它这里也有自动的，但是它有两种一个圆的一个框的。我们这个呢，应该是插件机来的，就是说最好是找孔，或者是说最好也是使用标准的 SMT 那种，就是说它的精度是很高的。我们这个孔呢，它有时候它的毛边呢有点大，有时候呢。